哦，你头条请唱阿伯什么歌？唱一首《大掠马平安发财歌》。隆重唱版的，卖唱紧的啊！隆重版的。来，乐队去当过年啊！谢谢老师。
帅，看你真正正经的，你会一点会一点怕吗？嗯，没有啦，就是唱这首歌给他没听就要诚心诚意。你去，你去小光想方面你家无？我哦，真正清哦。嗯 ，OK， 啊，真正好。哦啊，但是咱要讲吼，咱唱一条无好听，啊唱两条三条，今日三条拢唱阿伯是干啥？因为你个声音完全不要唱嘛，你要唱阿伯歌无？不要。啊。啊，不要，你不要，你应该要学笑。哦，哦，学笑，阿伯表演在肚子还是笑笑。哦，是哦。哦，好不？唱啥啦嘞？袂啦，你去学这种歌都落啥啦？哎，我感觉这阿伯起来，咱就行就无散，就行就无散。明天啦，阿伯真好啦，行啊行啊，到安全就 OK 啦。哦，我看你干那破布，你用你面色干无笑笑。我啊。头一摆，阿伯这么笑。这么近，好了，很少，很少，我有去见。对啊，我们用今天的距离就是跟新加坡的司仪啊，跟阿北的关系最好的算是王雷啊，每一场他几乎都可以很对对对，打电话拢都对。阿北留言，阿北很照顾我们的王雷，对对对对，不然就不会有今天的。对对对对对，真正感谢阿北哦，最新的一年啊，这零年也来了嘛吼。阿北你着做我王雷哦，我这名叫王清水哦，啊，我该做嘴嘴啊，你看。对对哦，小啊，应该清清楚楚。我还不敢帮你讲啊，我怕你自己不敢讲。他跟着就小，快点快点，小快点聊聊。有啊，阿林看靠路。香港今天刚好哦。有啊。来，再来第二首歌什么歌？好，第二首歌呢，也是献给阿北一首《心声声》。心声声。对。对对。Ooh.
首《心酸酸》献给阿伯，是我们在场所有的朋友。那么呢，今天呢，婷婷呢，也要非常感谢我们立誓舞台是我们的台主，谢谢他们给我这个机会来到我们的正山红安庙这里为大家表演。在此呢，也要非常感谢呢，我们今天晚上全场大乐队，我们的骑士大乐队及我们的舞台灯光音响老师，谢谢。在这里呢，婷婷呢也祝贺我们在场所有的嘉宾朋友，在2012年新的一年呢，新的开始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